三更半夜，少年拔腿狂奔，冲到马路中央，好几名男子紧追在后，还有人开车拦截，将少年团团包围。在桥下一阵猛看，没过多久，一伙人赶紧鸟兽散，急忙骑车离开，附近民众全都吓坏。还有骂三字经，还很大声的，两三个人在这边哦，那个声音蛮大声的，那个时候已经被砍，地上血迹斑斑，警方获报到场，发现少年躺卧桥下草丛，随即被送往医院急救。事发在新北板桥民生路三段，26号凌晨，林姓主嫌疑似不满分手后，前女友跟被害少年走。太近，双方先在网络互呛，一时醋意大发，伙同三名友人持刀埋伏，眼见情敌现身，一路穷追猛砍，造成少年双腿、手臂多处刀伤。那被害人经送医急救之后已无大碍。那本分局啊，在案发后三个小时内。即将涉案的嫌犯查缉到案，警方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将四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只是情侣感情破裂，持出砍人，为了出这一口气，代价可不小。记者杨杰、陈冠宇新北报道。